要有健康的。重点是如果这样做教育，教育是教这从哪边要系统式的，那是不是可以请那个教官跟家长讲清楚，说这个是要去叫做系统式的部分？护理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这部分需要整体检讨，其实在很早以前的建管处又跟建筑师工会讨论出结论，针对这种因为其实阳台的原意其实现在做法都是阳台把它用煤窑起来做主，其实阳台最早的时候都是突出于结构之外。那现在的做法越来越就是都把电挖空内部，然后把阳台塞在里面，所以柱子才会跑在外面。如果你阳台都是出来，其实你要这样说的。那所以说这部分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跟就是建管处跟建筑师工会已经达成这样的一个共识啦，就是有关这样的设置的话，这样的设置的话，其实是这整块都要没有补强用。建筑物计算面积是有墙计墙，没墙计柱形，所以没墙计柱形就是整块，就是基隆基础的面积啦。我想这部分的法规问题，我也不认为这部分可以做讨论啦。我想我就表达到这里。好，看有什么问题没有？王建筑师啊，这边假如说你做了个玻璃的墙壁。不是就没问题了吗？不是吧？这个地方我相信这个做法就是将来这一盖的话就是一个房间的嘛，哦，也有这种可能性啦，哦，好，但是其实这个问题解决只要一个玻璃墙壁就解决了。我认为像这个问题要很多，好，一点会大。就是说那个厂商提供的可以这样，这个就事实上的在讨论案第一啊，好，那一页修正，好，那我们就这个通过，但是要我们那边那个修正后的资料要我们干事会这边要确干事这边的确认。